怎么回事？哎，作孽呀！别跟我装傻，我问的是后面那两枪怎么回事。死都死了，还问这些做什么？阎王知道你对女人孩子下不了手，所以还派了无常。既然让无常去，干嘛又让我去做的安如意？雇主说了，这单必须万无一失。你是咱们组织里名气最大的，阎王不派你，派谁？阎王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阎王可没空见你。不过啊，我有空啊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就知道，包子，我都替你准备好了。谢谢。接着。很着急的吧？给我留点儿，给我留点儿。小峰，小峰，哥哥给你找来吃的了。阎王不见我，箱子就不用打开了。我知道，安如意的事情让你耿耿于怀。不过阎王说了，下不为例。这是他家的地址和他经常出没的地方。这个人不是说办就办的，好办还会找你。他现在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，洪先生身边的红人，连警察跟洋人都要让他三分，黑白两道都通吃。这个人比较难办，所以阎王让我配合你。把他给我立起来。你摸摸，这颗心从16岁开始就为你跳，为什么你感觉不到？我沈庙也是有人追的好吗？我对你再好，也比不上一个死人吗？楚小曼早就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
常五爷，在这个租界，各路神仙都会给我几分面子。他万家豪今天要是不敢来，我就亲自带人到他府上讨个说法。常五爷，如果这事儿真是万家豪做的，洪先生说了，一碗水端平。我妹妹一家三条命，他还不出来主持个公正？常五爷，你要理解一下吗？马大帅的三姨太点名叫洪先生去作陪，洪先生总不能跟马大帅作对吧？你说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五爷，来晚了，我先自罚一杯。五爷，安大哥一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太惨了，凶手找到了吗？如果需要我家好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上半年大富豪刘老板被枪杀的时候，万老板恰巧也不在上海吧？秦探长这句话是话里有话吧？维特，给我拿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。请稍等。我这个妹夫，上海滩有名的会做人，就连之前和他势不两立的几个企业家对他的做人心服口服。而你万老板跟洪先生合作了没多长时间，竟然全家遭此不测，三条人命，万老板不觉得奇怪吗？五爷，我万家豪对天发誓，如果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我万家豪天打五雷轰，我的父母家人都不得好死。怎么回事？万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惜了我的好酒。哎，倒酒啊！好，哎，五爷，今天有秦探长，还有周三哥作证。如果日后您查出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任何关系，那我万家豪这颗人头，您随时来取。好，今天我看在秦探长的面子上，暂且相信你。但是，我妹夫跟你们合作的那些生意，怎么说？这个好说，洪先生讲了，安老板生前的生意和地盘都交到常五爷手里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万老板的意思，既然大股东洪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这个小股东肯定会为洪先生马首是瞻的。好，那我们干了这一杯，一起捉拿凶手，替安老板一家报仇雪恨。好。
走，兄弟。大夫不在，去哪儿了？被人叫到乡下给人看病去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大，给老人家留点钱，把工具和药带回去，让大小姐给他医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钱就给我滚！兄弟好胆量，居然一点都不担心仇家追上来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这个主子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有意思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吧，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